国际消息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出发访问中国三天，预告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双边政治安全问题。这是小马可是去年6月就职以来第一次访问东协以外的国家。外界预估小马可是将与习近平讨论南海主权争议。菲律宾与中国的外交部长预计在小马可是访问中国期间签署协议，建立外交直接沟通管道，避免在南海发生误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